请您现在要来表演穿隐形眼镜。戴就戴，怎么穿？你不要走过去啦，你在这里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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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，你要戴隐形眼镜哦。好，好，我戴，我戴。你看，你这样看得到吗？呀，这什么颜色啊？灰色，你是拿灰色的？我看，是拿蓝色。所以两个眼睛不一样吗？现在目前。哎，看起来好像有那个阴阳眼的猫哦。我觉得这好恶心啊！我怎么会拿这个颜色？我看。你去哪里买？我去保养，因为那个还没开啊。我小心。然后我就随便挑了一个。晴空蓝，你在哪真的买的蓝色？我还以为你是买过灰色。哇，你什么的品牌你都敢戴哦？没有，因为我是看这个比较贵哦，然后应该会比较好。对，跟我想法一样，东西不知道好不好，买贵的总没错。对，所以我想到这比较贵。天哪，眼珠好大哦！耶、yeah, ，放大片。我们来看一下晴空蓝的效果。有吗？有蓝吗？耶、yeah, ，他开始在垫钱。有蓝。你要再回去啊！你要再回去啊！哦。你都在里面玩水，你相信？真的没你。哪里有一碗水？你干嘛？你不要乱走。哪里？简甜的隐形眼镜，谢谢。Yeah.